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激光售后服务工程师。我们的全球服务来到了巴西的卡萨布兰卡市，这是一家做各种机械零部件的企业。我们本次来的目的是协助客户维护保养一台2023年初从我司购买的一台切割机。我旁边是已经加工完成的一些零部件，成品零部件。下面让我们一起去车间看一下机器的加工情况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客户购买的我公司的一台1530H 型切割机。这台机器配置的是加强 BM110 切割头、创新3000瓦的激光器和特域的水冷机。客户主要切割的材料是5毫米以上的碳钢，现在正在切割的是12毫米的碳钢，我们一起近距离看一下。Na parte desse, tem uma tecnologia muito boa, só agradeço.